恁着心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分，我的公义在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遵守伊，守安孝节，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，无做歹，即互人有福气。这是咱今日再来用它十届。这是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共读十诫。十诫，第一诫：莫以我利用他五百受的。第二诫：唔通为着家己要的梦想，无论天顶地上，家地的自然所得意，拢唔通做英雄，唔通敬拜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，万万无论我们敬拜的上帝，因为我万万无论我的，我必就你的罪。
光照，人在看见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被撕裂破碎。愿我能够再次的被感动，也愿意再次的被破来破碎自己的龙，向你认罪悔改，也求你再来坚固我软弱的信心，愿你在生活与行为服事中再次来回应你长阔高深的大爱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更多的来赦免和怜悯，愿你得胜的名和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在生活行为中得到见证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。因为我无抓福音做见效，因为是上帝关联，要救拢种信的人。大先犹太，后来希利尼，因为福音在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义，对神到底是照圣经所记载讲，义的人要对神来活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第二位圣经在是伫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十七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十七节来讲，所以人若惦伫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七节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愿上帝的话成全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。